台积电在嘉义科学园区规划新建两座先进封装厂，而其中呢有一厂近日在进行地质钻探的时候，疑似是意外的挖到了历史遗迹，目前已经依文资法暂时停工。而台积电疑似挖到遗迹的消息曝光，也让网友开玩笑说，这难道是文组的反扑吗？台积电日前宣布要在嘉义科学园区建置两座 CoWoS 先进封装厂，五月正式动工。没有想到近日一场在进行地质钻探时，疑似发掘到遗迹。以前都是那个台糖地，所以我也不晓得。其实嘉义科学园区先前规划整地时，就曾经发现太保农场疑似遗址，去年底提出申请变更，调整用地位置，减少影响，获得环评通过。而这一次挖到的疑似是遗迹和文物，文管局表示，因为较为分散，目前已经依文资法要求一场的工程先暂停。我们已经邀请了文化资产的委员进行现场的勘查，也开了审议会。那委员呢，原则上呢同意呢抢救挖掘，后续呢将会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相关规定来办理。台积电疑似挖到遗迹的消息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，有网友哭诉表示，神秘力量无法用科学来解释，还搞笑的说，难道是文组的反扑？由于台积电在南科有类似经验，因此已经申请第二厂的新建计划，同时调整施工动线来因应，评估第一厂的停工期也不会太久，两座先进封装厂的完工时程预计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解蔡崇吴嘉义报道。